林慕凡，林叔叔是庄老董事长几十年的助手，而你也帮着守护庄家十几年。现在那位高高在上的庄心妍庄总裁，很有可能是个假冒的。这些都是你臆测的。心妍自从回来，已经被老董事长认证过，她的血型 DNA， 庄家全部都验过了，怎么可能是假冒的？老董事长认证，你亲耳听到了 ？DNA 检测你亲眼见到了？既然没有亲眼见到，也没有亲耳听到，你为什么要相信？那你呢？你又凭什么揣测心？揣测庄总的身份？凭蓝海一星近百亿的资产，就冲这个条件，就可以吸引任何狼子野心的人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？不可能。心妍她不会的。你是当初去海外唯一一个接庄心妍回来的人，你见过真的庄心妍吗？你真的相信现在这个人就是真的庄心妍吗？庄老董事长和我爸派我来接你，你和校长说一声，跟我回庄家吧。我姓沈，我叫沈曼宁，你应该是找错人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相信，因为你喜欢他。我没有。你就是喜欢他，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了。因为你喜欢他，所以你对他露出的破绽视而不见。但是林慕凡，我请你清醒一点，假如他真的是冒充的庄心妍，你和林叔叔不仅会失去守护了几十年的庄家，而且还会被卷进他的漩涡，万劫不复。不，不会的。他敢冒充庄心妍，就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一定会查上他的，而且我会让严星辰到我身边来。唐林，你先别这样。我们应该找个时机，慢慢去调查。我不会跟你一起的。你不会是我的同行者。唐林，你听我说，我林慕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会解决。还有，以后不用再找我了。唐林，唐林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别动，是外公，你累了，我抱你上去休息。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
在视频新鲜。还要走吗？你可不可以陪陪我？等我睡着了，你再走。今天下午，正在储存仓门口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不行了。抱歉，是我们没准备好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唐林针对我。不过。唐林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吧？他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的秘密了？我和你们第二设计师林木帆林总监是相识很久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的设计，我希望庄总能够把他调上来，我们三方亲自会面。应该没有。也是，如果他发现了的话，他应该就不会只是来公司求合作，也不会要求我打开加密门。幸好我今天猜到了加密门的密码，也幸好我的角膜是新。